春节马上就来了，老程的提前祝大家红包怀里揣不下，走路跌倒也值钱。而且随着新春的到来，和平精也将上线六款非常炫酷的玛莎拉蒂性体服，和老程的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实战效果。一款是双人跑车 MC20， 整体颜色呈白色。第二款是跑车的升级款，这是它的基础外观。这是升级以后的淘汰播报、淘汰盒子，这是它的高级外观。不管是伪踢腿小孩子再去声浪，这辆跑车老程子爱了呀，就是他的尊贵语音和炫目登场。第三款是四人轿跑夜幕蓝，这辆车的中文名字叫总裁，虽然车身的颜色是夜幕蓝，但是车身给人整体的感觉是黑色的，这辆车和现实中的颜色是非常像的，这是他们的对比图，老程子个人还是很喜欢它的。第四款是轿车的升级款，这是它的基础外观，然后是升级以后的淘汰播报、淘汰盒子，升到四级以后高级外观，然后是尊享语音可炫目登场。第五款皮肤是四人吉普薄荷绿，说到绿色，绿色能够让你想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呢？第六款皮肤是吉普车的升级款，这是它的基础外观，然后淘汰播报还有淘汰盒子，这是它的四级高级外观，这是尊享语音和炫目登场。以上这六款皮肤马上就上线了，不同人的审美不一样，那么你喜欢哪一款呢？在这里老程子我想说，无论是哪一款，作为一个和平精英老玩家，黄金玛莎拉蒂在我心中永远是 YYDS， 没有哪款再去皮肤能够代替它在我心目中的特殊地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有这款车皮。一个字，绝。